我今天是小声一点，好吵。从这个好。我今天是什么？围兜兜？哪是围兜兜？哎，这个有点高一点，来高一点。我觉得。我今天是布丁狗。不会啊，我的头饰现在不在这里耶，真不巧。我没有要参加穿搭比赛，我不知道要穿什么。今天是布丁狗。你说我比布丁狗瘦是吗？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穿的，这个不行吧？这个有布丁狗感觉。我今天是。这个好看的运动服，这就是故意，这个是设计，但各位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设计吗？就是它是一个设计，它不是太短，它不是被剪掉，它就是一个设计。不会，我的肚脐在这里。对啊，所以我应该没有那个现代舞吗？这个很现代舞吗？这个是设计，懂吗？大家设计。我今天穿这个，然后去培训，然后说哇，布丁君穿这样好好看。被大家称赞的衣服，太开心了。哎，这样你也看得出来哦，没有很明显了吧？这是三号绑的，三号就说，绑个双马尾，然后他就开始帮我绑双马尾了。我是他的洋娃娃。我今天穿这个培训。可是我觉得我今天就有点太亮了。没有，今天没有双毛的培训，今天是放下头发，找一个好一点的光。是短裤啊，欢迎。我昨天剪了刘海，不是，是短裤。我昨天剪了刘海，我现在是标准妹妹头。对啊，因为就是方便，而且这里有冷气。我房间原本有冷气，然后我都没有开啊，我就是整个夏天都没有开过我房间冷气。然后有一天。我想说，哦，来开一下好了。哦，就是我拍 cover 的那天，我就想说，好热哦，因为我那时候穿长袖拍嘛，对，那是长袖。然后我就开了，结果开了之后发现它坏掉了。好啦，我这个是空气妹妹头，然后就发现它坏掉了，然后就结束了，他就出局了，反正也没有要修他，因为我也不会开，我就是
可以不吹冷气的人类。空气我今天好像有点痰耶。早安，哎，晚安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布丁。其实不会，我觉得不会，我今天穿这个跳舞也还好。有啊，还是有热一点的，但是为了好看嘛。而且我这边很空啊，这肚子空空比较散热，虽然只要没有肚脐就 OK。 就刚好截取了就是我瘦的地方，这样。没有，这是我自己买的。可是我现在，我现在有开冷气吗？好像没有哎。哦，还是有，但我觉得还好哎，蛮透气的。我的肚脐现在在这里面，就是看不见的，它很安全。对，这是显身材，显高，瘦长，显出我瘦长的样子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比较耐热一点，我比较怕冷。等一下啊，我要敲个好角度。但是我想啊，很不要撞墙。它其实就是，要抓个角度。它不是一开就会发现它的，就是它要稍微吸一下肚子这样，然后就是不一定要看光线。现在光线太亮，他可能看不太出来。等一下我找一下，我把它找出来。真的，我在这里的光都看不到，太亮了。他要暗一点才看得到。可我今天还有看到他。它怎么消失？还是我刚吃饱，它就不见了？在哪里？不见了。算了，没关系。对啊，就是不是马上就可以看见它了。哦，谢谢红包，我刚刚也有拿到哎，哈哈。哔不哔不，今天很适合跳，但是我不知道跳什么。这个，看到苹果红轩我就想到我上次才抱怨那家店，抱怨了一阵子。他的苹果红轩我喝了真的觉得不行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很多人觉得很好喝，我真的觉得是我的店的问题，我真的觉得是店的问题，就是我买那家店，就是我每次买，我每次都觉得不好喝。对不起，我不要再讲了，我不要一直攻击他。真的假的？加珍珠是？不是啊，我就觉得喝起来有点化学，一点点，没有很化学，就是，怎么讲，蛮微妙的，挺微妙的。好了，我下次换一家。没有啊，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布丁奶茶，很偶尔才会喝吧，很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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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偶尔。对啊，有一点齁，我也觉得，就是微妙，不能说它不好喝，但是微妙。我不知道，我无法形容，反正就是微妙。咚咚咚，没有，我今天早上去
练习，哎，又撞到墙壁了。然后呢，哎，我还没有喝过布丁豆浆，我还没有去吃那个，哎，这个等一下讲，我先讲完我今天来干嘛。我发讲什么？突然发现旁边摆着我的扇子 ，Hello， 好，没事，继续。今天早上去练习，穿着这个好看的衣服，然后大家就说哇，布丁今天穿的好好看呢，哎，在哪里买的？对，好看耶，开心。今天会穿好看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昨天太邋遢，因为我昨天也是在练习，然后我穿的很普通，就是 T 恤、运动裤，然后我想说就是。应该就这样普普通通的就好了，但反正就是，而且我，然后我昨天不知道怎样练习的时候，脸很肿，很脸不知道水肿还怎样的，然后老师就说我的脸很肿，然后大家就说哎，好像真的有一点肿，所以我昨天就是很丑了一天，而且我昨天妆就只画了一滴滴。非常非常一滴一滴，几乎就是没什么用的妆，就是有点颜色这样。然后，所以我昨天就很丑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不行，我今天不要再这么丑了。我就拿出我的新买的运动服，然后呢，再画一个好看的妆。所以我今天就变好看了。我昨天发了限动，不是转发我自己的文吗？发甜甜圈是今天的，是今天的。对，我今就是血池，我昨天不好看，所以我今天很好看，有感受到吗？哦，可是那个是很久啦，那是我拍 cover 的时候那天拍的。今天很适合动一动，像打喷嚏。没有打喷嚏了。不要，先不要。In the way。好，反正就是，然后呢，练习完之后，我就跟一不小心去吃饭。我们原本要去吃那家。松饼店，大家知道那家松饼店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突然不知道跳什么，我就很常扭一扭就变这样，好吗 ？Tonight， 然后我们本来去吃那家松饼店，我们就12点到，我没有想说要预约，然后就我说哎，要等一个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，笑死！对，刚刚累积在直播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就去地下街吃美食，然后我就经过销魂面，我就哎，突然有点想吃销魂面，就是有一个美食界的销魂面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大家看到我的手了吗？哈哈，这个八方的这个我大家在讲，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吃销魂面。因为我之前好像不知道跟谁去吃过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蛮好吃的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就吃了，他们就在那边逛，还没有决定好要吃什么，结果他们最后都跟我一样买小混面，被我推坑，哈哈，然后我们都吃一样的，但林依云是吃关东煮，而且我是买那个最便宜的套餐，就是。79了，然后就有一个面，还有2块鸭血跟一杯冬瓜茶、冬瓜露，很好哎。今天吃的午餐，小火面，很饱，我觉得蛮饱的。我觉得也还好，就饱，可以饱，好不好？可以饱。可我觉得面还行啦，好啦，大家可以去点别的餐啊，
我是点那个一号餐的79元。我刚刚回来跟道具组分享，他说哦这么便宜，他可能以为我今天要吃很贵，因为我们今天在那个什么金站，我们今天在金站吃，所以他可能以为我要吃很贵的东西。然后我今天的主菜79块，耶！平常吃什么？不一定啊，看是在哪里。可是，在台北北车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今天是便宜的，但它就是一碗面，还有2块鸭血。没有啦，不是啊，就通常出去吃饭就是会比较贵一点嘛，就是大台北地区就是这个物价昂贵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去吃看看，不然你们可以点别的套餐、啊、可能东西比较多。它没有汤，它是干的。对啊，没有其他料。有吗？我这有辣妹风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就是可爱的运动服，但是又不会太可爱，真是有一点小巧思，我很喜欢这个，而且它是黄色的，但它其实比你们现在看到的再深一点，只要比麦当劳便宜，麦当劳一定很便宜了吧？不一定啊，今天是微辣，好吧，微辣。晚安。可是哦，万一你是吃，就是吃一点那个50块1+1，还好吧，也没那么夸张，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啊，有那么夸张吗？超商有些也很贵。我觉得最便宜的就是，小吃摊吧，小吃摊比较便宜。你要1+1+1+1+1，我以为在讲1+1。今天难得双马尾，对啊，我觉得1+1很好哎、欸。对，我们原本也想说，如果没位怎么办？啊，金站还有什么好吃的？海泉捞，但是没有要去海泉捞，太突然了。但我很就是上次，也就是唯一一次吃海泉捞，就是我生日的时候4月，就是那时候跟我朋友们第一次吃海泉捞。还想要再去吃一次海泉捞，但不知道。可能之后吧，1+1+1，所以你总共1+1+1+1+1+1+1+1小数。口水，很久没出现吗？海泉捞赞啊，我觉得很赞，但是就是比较贵，但是就是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那次吃觉得蛮开心的，吃一个开心的感觉。我要坐下来吗？脚有点酸。啊，等一下坐好了。我要讲哦，然后再来是八方，八方就是最近他跟布丁狗合作嘛。然后他不是10月才开始预购那些商品吗？我就想说，哦，那我就10月再去吃。现在已经10月3号，但是我还没有去吃，怎么办？会不会没有啊？好像有限量哎、欸，有吗？有限量吗？我记得有哎、欸，可是我还没有去吃，因为最近就没有很想要吃，刚好都没有空，我都还没有。去吃哎、欸，结果大家都比我早去吃，哦哦，大家觉得如何？他的那个
商品我真的是我每一个都想要十个我要赶快去那个了，可我最近又就还好，就没有很想吃锅贴。坐一下好了。Hello 阿米，最近就没有很想吃锅贴。哦，水饺也有吗？但是跟水饺跟锅贴比，我好像比较喜欢吃锅贴。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好时机，没有找到一个好时机去吃它。我会去吃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去吃呢？因为我最近都会留在学校晚自习，所以我就是晚自习都会吃一些可能叫外送或者是。或者是去外面买，但是呢，我就是好像那边好像没有八方通宵也不能，我就是不能吃太多，一起点一点。今天我今天晚餐吃，我今天晚餐突然想要吃，就是那种夜市会卖。鸡腿卷、鸡肉卷、鸡腿卷，我觉得我今天长得很好看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灯太亮了，就好像就还好了。然后因为我刚把我的化妆包丢在车上，所以我就是我早上到现在的妆，所以它就有一点邋遢邋遢。你说去吃那个、哦、吃八方，还有说你不想吃八方？对啊，我要准备学测，超好超吃哦！ Oh, 我今天吃的那家我觉得还行啊，可能是我太想吃。但是一号就说不好吃，他说他下次不买那家，他说他觉得里面有鸡胸肉。我说、嗯、没有啊，我怎么觉得没有？但其实我也跟鸡腿卷不熟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哪家好吃。但是我今天的妆已经，而且我没有画睫毛膏，你看上面就白白的，它现在就是一个残妆的样子，但是还是还行，还行啦，还行。我跟什么食物比较熟？饮料。我跟饮料比较熟啊。大家看一下我的牙齿，我还没有结束我的疗程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。我好像是去年八月的时候，装的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束。因为呢，本人。本人就是比较怠惰一点。真的假的？我去罗凤夜市好像没有吃鸡肉鸡腿卷。本人比较懒一点，有的时候就是都会懒得在，就是可能吃东西拿下来就懒得装，然后就会就是没有带足够的时间，所以他就又延长了，就是因为他就是每一周都有一副嘛，然后之前我好像要带45副吧，但是我好像带到30几就已经开始不合了，就是那个牙套跟牙齿中间会有缝隙，然后他就是要让他们可以合一点，但是我后来带到30几副就有点不合了，所以医生就是又帮我重扫描。
熬一次我的牙齿，然后又重做了一个，用重做了一个疗程，但是不用多付钱啊，因为就是预期跟现实跟预期不合啦，一天。我牙医一开始就跟我讲说一开就是要戴20小时，然后到最后呢他说你有戴满18小时吗？他已经渐渐的在降低他的那个他的标准。没有，我最近戴的比较认真好不好，因为可以赶快结束他也是不错。对，他已经在下修了，他发现我是有点小不乖。但是他现在已经，我现在牙齿已经好很多啦。大家可以继续找啊，不要来，好丑，就是我的牙齿就是非常之乱的、啊。看一下以前的照片、影片，觉得应该都会发现。但是我以前就是都没有，完全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牙齿很乱这件事情，就是很好笑。现在我往前看才发现，哇塞，我以前牙齿太乱，我居然完全没有自觉，完全没有感觉，都不会想说，我的牙齿怎么这么乱？怕的牙壳。可是像讲话的时候都会有啊，就会稍微看得到一点。以前是下排是很夸张的那种乱，是这样，对，说得好，我就是只注意我的脸，然后就没有注意到我的牙齿，就是我越老越长越大，越发现一些各种脸的一些小瑕疵，长大之后就开始发现一些脸的小瑕疵。那也就会看到啊，晚安。有，就是有一些小瑕疵，但是大家可能无法领会，所以我就不多说，我就不赘述了。没有，可是我不是在那个，我也很常看到那个广告，但是感觉它那么便宜，就感觉有点不太可靠。正，你的正为什么打错了？我往那个正吗？有啊，我有越长越好看、啊，女大十八变嘛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的很丑。我要为什么要自曝丑照？但是就是这样才有落差感。道具组上道具，把你的手机给我。我今天吃销魂面，借我手机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布丁36吃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很丑的照片，真的是很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长那样。就是我看的时候想说，哈，我以前有长这么丑吗？很可爱。好，你们不要再讲了，那个一号跟三号说很可爱啊，好可爱哟、哦。不要，好丑、哦、找刚滑到，大家有看到那个这个月的会员花絮吗？是布丁耶，好久没看到布丁了对吧，可爱的布丁是去年11月的布丁，这是一年前的布丁，跟现在好像没有太差太多，但是那张就已经，哦，还好，牙齿还是有点差，那张牙齿比较歪一点点。一年前的我，对啊，哦，还有一个影片要分享，这个真的很丑哎，很像什么
就是这谁，就黑黑的，然后我从以前牙齿就不整齐了呢。我觉得我的脸有变一点，我觉得我以前脸比较歪一边，现在没有。对，就是突然看到，而且还有双下巴，哎呦太大了，小一点，而且还有双下巴，这脸很圆，就我以前是那个什么 baby face， 但我以前就是有点太胖，你看我的眼睛。就是直接变内，就是直接内双，就我以前是比较内双，可能太胖。就很丑啊，就是小胖，是小胖。女大十八变，虽然我还没有十八岁。对啊，你一定认不出来，就是我。小曼，小曼，对啊，我就是这边太碰不回来，直接把我的眼睛不见了。这是几岁的时候啊？应该十岁吗？八岁、十岁？没有吧？这感觉可能八岁。小生吧。那大概八岁吧。没有啦，我只是比喻一下。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影片，三号说这是我跟宝弟感情裂痕的开始。这个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影片的故事。这个影片呢，好，先给你们看好了。这是我小学不知道三四年级还二三年级，很小的时候就宝弟。刚来我们家的时候，而且，哦、然后就是戴耳机档要调小声一点，因为大家会有惊吓注意，好吗？惊吓注意，请耳机档保护好大家自己的耳朵。好了，要开始了。我在叫，宝弟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很害怕。是我在叫，等一下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没有，因为刚一号的手机还开着我直播，所以直播的音轨跟影片的音轨同时放出来，太可怕了！再一次，重来。好，耳机讲小声一点。等一下哦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？你看以前很绿，很年轻。我很害怕。你看我叫宝宝。我讲好。好笑、哦！等一下，我要远离。等一下，惊吓注意！大家有被吓到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为什么讲我的记忆应该是他咬到我的耳朵，然后我超级痛，我就大叫，然后他就飞走，这样给大家再重播一次。但是他我那个一号跟三号一直说他没有咬我，不是啊，我就是他咬到我很痛，然后大叫，然后还爆哭，不然我干嘛突然大叫爆哭？我是你看他飞走。他飞走了，超好笑，不是，就是很
很痛，他就咬我的耳朵啊，超级痛。我就还大概还记得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没错。就是他站在我身上，然后他就来咬我耳朵，然后我就大叫。我可能本来就已经很害怕了，然后他又咬我耳朵，我就直接大叫，然后我就，没有，我不是被吓到啊，不是啊，如果我真的被吓到，我前面就叫就好啦，我干嘛被咬才叫？很痛，我以前大概有被他咬过两三次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可能是耳垂吧，耳垂比较好咬。那个耳一定是小学，但是不知道是小。小姐可能也是小二小三，然后那时候就很痛，好像被他咬过两三次，但是对他就是他当年就是这么黏我，就是三号是说什么哦，从这次以后我就很害怕他，然后就比较少跟他玩吧之类的，然后我们从此之后感情 就产生了裂痕。他是那个啊，他是和上音舞，没有，是也没那么夸张，但就是那种，就是被咬，就是一就还好，就是，感觉怎么样，像割伤。对，他以前就是他以前是比较亲人的鸟，就是以前还可以去摸他之类的，但是还是会怕被他咬，就是他以前会怎么站在我头上，站在我背上，站在我手上，没有，这不是认识的第一天，这大概是他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多久哎，反正他就是，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记忆，就是他最后为什么就是都比较不亲人，但我其实没什么记忆，因为就很久了，因为我那时候也还很小，然后就是到长大的时候才发现，哎。怎么这样，宝弟？你怎么变这样了？谢谢深深大叔。现在只是没有，可是我不知道，专门咬别人很可怕。反正对啊，反正就是三号也说，这是我们两个感情不好的开端。好，这个有趣的小影片。OK， 对，我刚刚就是要讲的，好，结束了。变僵了，我也是因为一人啊，他干嘛咬我，很痛哎，他怎么可以咬小可爱？怎么可以咬一个小学的可爱女生？变你还你手机。偷偷跟你们，你看到一组的桌布，这是我设定的，超可爱哦！我很想要那只就是跟港丁是同一个，但还记得港丁是谁吗？就是他就是跟港丁同一款的，但还记得港丁，有人记得港丁长怎样吗？他好像在，对，他应该在我那里。我对啊，就是见证一个偶像的成长，从小孩到现在大孩，没有，他没有要亲人，不知道，反正以前是各种被咬。对啊，很久没看到了，就是他们都在我的床上躺好躺满。给我，我要史努比，他是卡比。我最近都会抢劫走，我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是送给三号的，他叫做卡比比。然后我之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，可是他真的太舒服太好抱，然后或者说都会把他绑架走，三号都说我把他绑走，我都拿去抱走。它很柔软呢，它很舒服。我真的是眼光太好了，不是，是生日礼物，我都把它带走。会啊，我生日会抱，我生日会抱那个啊，兔兔在前面。我生日会不是生日，我
睡觉，我睡觉会抱兔兔，有时候也会抱它。如果把它绑架走的时候，我就会怎样？但是通常我睡醒之后，那些娃娃都会自动离开我身边。真的，希望你赶快好起来。就爸说我妈这聪明吧，他就说是不是我是要自己买给自己的？没有，是也不会到床下，不会到床下，但只是就在旁边而已，是不会到掉下去。他平常都会被我劫走，他真的很舒服啊，抱着他很舒服，很可爱。他弟弟，而且我比较不喜欢他原本那只，我觉得他原本那只的毛没有那么好摸，我买的比较好。我真的没有要买给自己，我又没有，我以前也没有很喜欢史努比。这边有一只，没看到。三号很喜欢史努比，就是挂在门把上的史努比，有两只。脏脏的，这个是怎样发霉的？是不是？然后就挂在这里。谁的鼻子？因为他都被压在门后，都没有人发现这两只史努比的存在。因为我现在坐在这里，我才突然发现他们两个，他们好可怜哦，他们被遗忘了，哭哭。对，这个应该都十几年了吧，十几年起跳。洗在晒太阳，帮洗。我想到一个我追公车的故事，没有，那我 diss 他，他很年轻啊。我要跟大家讲布丁追公车的故事，各位有兴趣吗？想听我追公车的故事吗？这只就是啊，我最近都会留晚自习，就是大概在学校待到大概8:30。我通常呢就是8:10几分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准备收拾。不是，就是我就会开始准备收拾了，因为我就是发现，我要搭的那一班通常都会在大概8:30的时候到。然后，而且因为如果我要从我的教室要走出校门，然后要再走到公车站牌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都会早一点收拾，然后早一点出去。对，我有看啊，我有看。然后那天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是在我平常的时间，差不多整理，然后要出去的时候，没有，可是我会早一点回家，因为我不想那么晚回家。我知道，然后我那天就看他说，上面写进站中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不行，我不要，因为我如果错过这班，我要再等12-13分钟，可能15分钟，我就，而且就晚上我一个人，我不想要孤零零的在黑暗中，或者是因为，我上学会坐捷运，可是因为坐捷运要走比较远，但是我就是晚上累了，就不想走那么远，而且我又觉得走那段路又一个人黑黑的，我不想一个人黑黑的走路，所以我就。就会选择晚上的时候，我就搭公车。不是，然后呢，进站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已经就是快要到校门，我就开始奔跑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反正
就是晚上也学校也没人，我就尽情的开始跑步，我就在走廊上奔跑，哦，我走廊奔跑，走廊上奔跑，我就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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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就走，然后冲，然后到校门。接着呢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不是啊，因为我都收好我要出去了。然后才发现他已经进站中，因为他平常不会那么早，你知道吗？他平常应该要再晚个三分钟的，但是他今天不乖，还没有照他平常应该来的时间。然后呢，我就走到校门之后，他就在我的左手边，就是左手边有一个红绿灯，但是呢，我站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红绿灯，但是呢，公车站牌在那里，在。这个超出这个荧幕的地方，他就我就看到他，然后我就开始狂奔，哇！我就跑，因为我要追得上他，不然他就先停了那个站牌，然后我没有追上他，然后他就走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在这，我就跑，我旁边还路过一个人，虽然说我想说哦，反正那时候黑黑的也没有很多人，但是我旁边有一个人，我想说算了，我就。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，如果我等下没有追上公车，他一定会觉得我很好笑，然后我就开始跑，然后还要一直听那个声音，哎，公车到哪里了？那个声音嘟噜噜，然后就很喘，然后呢，公车超过我了，然后我想说，但是他停下来，他停在公车站牌，但是没有人上车，没有人下车，他打开了车门。然后我就哇上车，他停下来等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感动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停下来等我了，哇！不是，这也是我跑的时候，就那条路那条人行道就黑黑的，又没有很亮。然后我想说，我那么早就开始跑了，就跑那么长，让他看得到我吗？还是他就偷瞄旁边？走那个人行道上没人在奔跑，对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，我要让他有临场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就那时候我就传讯给三号，我就说他在黑暗中还能发现我，可能我闪亮亮吧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上次也有一次，就是我要。搭公车的时候，然后他也是我哦，因为那时候是放学，就是还很多，我就不想要在路上奔跑，然后他就是，我就差一点就倒了，但是他还是开走了，但我没有奔跑，因为我不想要在就是天还亮亮、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边奔跑，所以呢，我真的是很感动，而且我真的超级喘，就戴口罩奔跑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，我一坐上那个位置，我脚很酸，在抖，很可怕，而且很感人呢。就是我想说，我原本想说，他打开车门是不是有没有人要下车之类的？因为那边没有人在等，我想说是不是有人要下车？结果没有，太感人了，他就这样让我上车，我真的是太感人了。对，但是还是会觉得很难过，因为错过就要等十几分钟。这是我追公车的故事，我跟大家讲，我真是非常感动，我还画了一个示意图，然后传给三号，跟他说，我好像，没事，很好笑哎，太早了，他通常都要八点半的差不多会到啊。那天就是比较早，真的是太令人伤心了，害我在跑步，而且好累哦。想看示意图，到一组上道具，有啊，我有传，我觉得我画的蛮好的啊。你看。
这是我在公车上画，你看这是公车的板板，公车等公车在等红灯，校门狂奔的我，公车站牌，其实公车站牌还要再更远，你知道吗？超长一段，我就从校门开始奔跑。我觉得我画的蛮好的啊，公车上画的还要多好。什么时间很充裕？哪里充裕？不是，我觉得画不下啊。公车站牌在大概这个的十，没有，可能20倍。嗯，20倍。没有，可是那个时候又黑黑的，它的可能我在闪闪发亮。谢喽，真的是太好笑了吧！说到学习历程答案，我那天谢谢你人真好，我跟大家推荐那个，这很好喝哎，它叫做生茶。现在促销。真的蛮好喝的。看一下。我觉得它很滑顺。全圈全圈。说到学习历程答案，我9月30的时候，我在做学习历程，然后不是我跟你讲，你们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也是就是隔天10月1号，还是到10月1号的下午。5点截止，但是呢，真的是觉得真的不行，因为他那天就突然就是有新闻，就说就太多人上车，然后系统大宕机。但前提，我现在讲前提，就我9月30我就用完了，所以不用担心我有没有压线失败，我没有压线失败。好，继续，就是呢，那天10月1号，而且我不是压线，我9月30就传了，他10月1号才截止。然后10月1号就有新闻说，因为太多人就是压线上传学习历程，所以呢，就是系统大宕机，所以就是什么宣布延后一个月。重点来了，重点，后来宣布延后一个月，但是他没有说清楚哪些学校哪些县市。后来是我们老师好像就是去问了什么，好像辅导室吧，然后他在四点。很多的时候就说就是那个什么台北市的那个系统没有宕机，所以台北市没有延期。但是万一有人他看到那个新闻，然后他就真的以为延后一个月了，然后他就没有在5点前上传，那他怎么办？很可怕、太可怕了。他就是因为他那个新闻也没有写清楚，而且学校也没有发通知，就是很可怕、如果有人，幸好不是我。如果有人他没有上传，很难过哎。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而且我好像有看到，好像什么台北跟高雄的系统，好像这是分开的，真的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这样子不行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。谢谢阿贝的真情告白。我来看一下我学习历程的通过。我昨天看到一个通过一个，然后老师还给我评语，我只是昨天才发现原来老师按认证之后会有评语，太酷了吧！我以前。都没有说过评语，我这时候说过评语，超好笑。因为我是做那音乐的，我有跟你们讲过什么吗？我今天传的是9月30传的是音乐跟地理。我的那个认证有没有过啊？他还没有看，讨厌，地理还没有看。
好，反正是我们音乐课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演戏，大家我有讲过吗？反正我就当女主角，就这样，然后我就把它做成学习历程，然后老师就回了一个评语：佳玉对于这次的音乐剧做足了功课，从歌唱、肢体、戏剧、演员功课总是最早完成，精益求精，在艺术之路的追求需要一点企图心，梦想点燃更需要咬牙吃苦下功夫。佳玉在繁重课业压力下，为自己梦想奋斗，一步一脚印，加油了！超好笑。其实我没有最早交功课啊，我有吗？我没有吧？超好笑。而且我音乐成绩98分哎、欸，就是我。可能是我高中生涯拿最高分的一个科目。哦，对，我有讲过哈，笑死，我有讲过，大概很久以前了。可能老师很感动，有人会做音乐的学习历程，可能平常很少人做。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你们不要不看好我，你们要学懂得欣赏好不好，你们要懂得称赞，懂得欣赏好吗？我哪有跟老师不熟，我从高一到现在音乐老师都是他。你们要懂得欣赏，不要只会一直酸别人，你们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嘛。不是，那是因为我想说这个经验蛮特别的，我觉得还不错这样，而且我花了很多心力，所以想说那就顺便记录一下，就是反正就是分享一下。葡萄糖香刘长才不给你们看呢。好的，这是我的学习历程哦。我应该要给你们看什么？但是呢，我那天在做的，因为我地理其实很久以前，暑假前还是暑假的时候，我就做完了。但是我后来。就是做完之后，老师才发了一个说哦，他今天去研习，然后收获到一些东西，然后里面就写了一些建议。但是他说我都已经做完，他才发那个建议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这样我是不是要修改一下？然后我就一直就不想，我就不想要改，我就拖到要那个要结束的时候，就是要上场的时候，我才打开我已经做好的。然后我打开之后，原本想要改，但是我后来又发现不行，我如果要改，我真的是就是真的不用玩，我是再弄了5个小时，所以我想说还是算了，这样我觉得就是我后来发现这样应该也是还可以啦，然后我就上传了，然后我昨天不是昨天，是我也讲昨天。不是，那个是化学，不是化学，物理，化学物理加英文叫什么？那个奇怪的科目，那个真的不要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行。他没有给我不通过，他应该还没有看。然后我那天就是做那个，就是音乐的，然后。我找找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很复杂吧？
可是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某一次某一次那个什么视讯的时候，某一次那个视讯上课的时候，我截了一张图，但这个我有化妆了，因为我那天要直播，这是应该很久之前了，大家可以去翻一下，这是不知道哪次的直播，哈哈。可是可以给大家偷看，这好丑，这超丑。剧照，剧照。剧照，剧照。嗯，没有，那是我自己截图的，没有剧照，这是我自己截图的。不是，你喜欢嘴巴开开的那张。我刚好都截到很丑的，不是因为我在里面也没有好看，都蛮丑的。就我本来这个就不是演什么开心的东西，所以我本来脸就不会太好看。可是那个就是我就有说嘛，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要就是自己拍的，然后后面那个背景就是那个用那个什么视讯的选的背景。然后就自己 P 一个背景在后面，然后还会破图的那种，超好笑。没有，但是没有人会记得，我也不希望大家记得，就是这个结束了就可以忘记了。没听过哎，好看吗？推荐吗？我去看啊，等我考完试。最近就是学测剩下110天，进入倒数了，大家倒数了，大家你们一定要想我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很难过？哦，那我看过啊，我看过，我知道啊，我看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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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我知道啊，我看过啊。笑死！你们要想我啊，记得想我啊。还没，不行，已经剩10天了。一个礼拜只有看到一次，你们现在就不习惯了吗？我们还有几次的直播？哦，真的哇！大家可以珍惜。我们最后几次的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再买回文章干嘛？不知道，大家以后就知道了，还再说。最后一次不是为什么？万圣节啊？为什么要万圣节？大家猜啊，大家猜啊！然后结果我讲那么多，然后我没有要休息，没有、啊、开玩笑的，我不行。什么意思？10月最后的星期天，可是没有，我应该不会排那个时候。我下个礼拜。的直播好像也不会到礼拜日，因为就有一些事情需要错开。我下礼拜排什么时候？我看一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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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！我排了，哦，这是下的。之后会有一个礼拜五，一个礼拜四，不是礼拜日哎、欸。之后会有几天不是礼拜日？哦，
我下礼拜还是礼拜日，双十节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看我直播，然后再下礼拜不是礼拜日，就是在下这个在下下下下跟下下下都不是礼拜日。然后，哦，还没有排到下下下下下下，哎，下下下下还没有排到下下下下。哦，还是我们万圣节来直播。大家放心，我十月公演会出席，好不好？给你们保证，给你们保证，我十。十月公园会出席，所以是哦，还没有排下下下下啊，下下下下已经十一月了，哦，下下下，嗯，下下下，哦对，下下下下下下啦，下下下，我现在只排了。把礼拜日写在最左边，可是我有时候礼拜日直播，我就会把它看成同一个礼拜。好，你这样讲，你们应该不懂。反正就是下礼拜还是礼拜日，然后在下礼拜跟下，对，下不对啊，下礼拜是礼拜日，下下不是礼拜日，下下下下也不是礼拜日，下下下下下。没有，还有下下下下，还有下下下下，明天就是下礼拜，你懂吗？明天就是下礼拜，大家知道吗？明天礼拜一，明天是下，明天我算在下礼拜，明天我也算在下礼拜，所以呢，这周下一周是从四号开始，叫做下礼拜，所以呢，下下下下是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。我不管了，我不觉得礼拜天是一个礼拜第一个开头，我不认同，我只认礼拜一。不，我不认同，我不管，我就是喜欢礼拜一是第一天。对，下礼拜是礼拜日，但下两周不是礼拜日，然后下再是 下三周，下三周还没有确定，壮行会，万圣节要开什么趴？扮装 party， 或者是布丁力。扮装趴，我之前万圣节有干嘛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我之前万圣节在干嘛？不开心。所以我之前在干嘛？我想不起来。我之前万圣节有干嘛吗？好像没有，就是画点万圣妆。大家希望我万圣节扮什么？给你们最后的许愿机会。来，大家可以那个。哦，我是直播啦，我直播有吗？因为我记得我化妆就没有，不是直播啊。给大家投票我这个万圣节要办什么？变成都南瓜马车，我要怎么变？大家很那个、欸、小魔女、小恶魔、小恶魔，我很是不是？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深血真是恶魔，那个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各位那个老粉们，老粉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的深血，我是小恶魔哎、欸，往事嘛，往事，现在回。想起来也挺有趣的啊，还有拿那个小刺小小小小刺刺小，我就记得恶魔角那
还有好像还有披风吧，对，第一次的升血，古老古早古早的时期，那时候 好年轻哦，那时候几岁啊？我跟你们讲，我之前翻到一个影片，但那个影片好像就是很久以前拍的，但是之后没有放出去。反正那个时候我就说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嘉玉，今年14岁。我想说，啊，十四岁这名字很陌生，你知道吗？超级陌生。我这个听到啊，十四岁，什么是十四岁？我可以给你们听声音就好吗？而且我那时候声音比较超龄呆，我现在没有什么超龄呆了，我变老了。不是，那不是我自己要拍的啊，那是别的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郑嘉玉，今年14岁。团内呢有两位嘉玉，因为我很喜欢布丁狗，所以也可以叫我布丁嘉玉哦。我也喜欢粉红色，我是很乐观又爱跳舞的阿美族女孩，欢迎你加入遇见我的行列。成为我的布丁粉吧。好啊，哪有，我真的觉得我声音变低很多了，我真的觉得我老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很可怕的声音，哎，很可怕的声音，好丑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郑嘉玉，布丁嘉玉，兴趣是喜欢唱歌跳舞，还有吹直笛。会想参加 AKB48 是因为我想让自己一步一步的成长茁壮，和大家一起往梦想迈进，也想借由参加这个团体带给每个人正能量。好哎、欸，好，超好笑。超好笑！2018年10月，哇，三年前，就是刚刚入团的吧？三年前，我以前有吹过吧？有吧？3年前呢、欸，各位，三年前，我几岁？15啊？14？14。14岁啊，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看还有没有别的，好像录了超多个版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郑嘉玉，布丁嘉玉。我的兴趣是唱歌、跳舞，还有吹直笛。会喜欢 AKB48 是因为，要是看到前辈们在台上表演，接收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，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带给每个人正能量。耶、yeah! ，好好笑，好可爱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P 的研究生郑嘉玉，布丁嘉玉。我的兴趣是唱歌、跳舞，还有吹直笛。会喜欢 AKB48 是因为每次看到前辈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好在演讲哦，发自内心的喜悦，所以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带给每个人正能量。不是你不要小看吹直笛，我以前好像也是直笛的，我们代表台北市出去比赛，拿特优第一名哎、欸。你不要小看直笛，虽然这样讲好像就是真的就是。Hello， 大家。这哪个声音都不一样哎、欸！我以前的布丁嘉玉，兴趣是唱歌跳舞，还有怎么每次每次会讲什么？每次都讲一样。AKB48 是因为想让自己一步一步的成长茁壮，和大家一起往梦想迈进，也想借由这个团体都是一样的。我记得还有别的东西，我找到。在哪里？舞蹈练习。
在看舞蹈练习。Oh my god！ 就是假装练习这样，假装自己在练习，没有声音。好笑，哎，我看到紫萱，哎，好可爱，哎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，好可爱哦，我的刘海已经有点炸了，我在护送紫萱回家的路程中呢，看到了这片绿油油的场地，所以我们就来这里拍照啦，好笑哎、欸，超好笑！还有唱歌练习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baby. Here I join you. 敏感代表幸运，语气概率，简单也最复杂的谜题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不要唱，不要唱了。好小朋友，真的很小朋友，就是十四岁。对啊，宣写真心的是什么 ？Hello， 今天的全班写宣写真，看我的发型，我觉得超喜欢的。今天呢，拍摄万圣节，还有感恩节的主题，在万圣节的主题中，我扮的是小恶魔。小恶魔，我觉得很适合我，因为不给我糖，我就会捣蛋哦。好害怕哦！哇，好可怕哦！哇，不是以前真的拍了很多这种影片，但是就是最后也没有，就是也没有传出去哦。真的还好，他没有出去，很可怕呢。才2018呢，那时候真的是很小哎，年纪很小。还有吗？还有化妆克星的是什么？好哎、欸，非常多有关化妆的小技巧，小技巧，尝试了许多平常不会使用的化妆品，哇，修容棒啊，修容之后脸真的变小许多了，真的吗？像变了魔法一样，变魔术，化妆真的是非常需要时间练习，对，多练习让自己变得更漂亮，好哎、欸。这是最后一个，这是舞蹈练习。哎，我这个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。等一下，好哎、欸，不然脸很丑哎、欸，就是。哎，为什么跑不动？我难得长得好看一点的东西，我没有嘲笑，我只是在回应他。好啦，就是毕竟还是我，就是三年前的我。刚进 TTP 的时候的我，哎，这个真的跑不动哎，我难得看起来比较好看的，你看，哦，因为我那时候变妹妹头了，是吗？哦，我其实，哎，我到底什么时候剪妹妹头？2018就变妹妹头，我201810月28不是妹妹头，但我11月4号就变妹妹头了，大家知道我什么时候剪妹妹头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踢到了，我太激动了。我10月21，哎，啊，我21为什么是妹妹头？我21是妹妹头，不对啊，我一开始公司照就是妹妹头，但是我平常都会用斜刘海。哦，啊，太酷了，太酷了。哎，这个哦，有了。无声练习版，为什么超好笑哎、欸？假装练习，真是令人尴尬，就是。
妆练习，拍了舞蹈练习，然后大概30秒，然后再假装练习。对啊，没有声音啊，就还可以听得到那个不知道冰箱的声音。你看，你有听到冰箱的声音吗？好好笑哦！谢谢阿笨的浪漫相机，这是不同天啊，这是11月4号，好像拍了这几个，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，太棒了，哈哈哈！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还有一阵子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场 reset 公演前，然后。对啊对啊，以前的很旧很吵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公演前，就是第一次公演前，我们还会就是自己不知道有没有讲过，就是我们是群组里面有一个自己要放一个 Google 连结，云端连结，然后在里面放每一周的自己练习的影片，就是自己在是真的跳，不是假装练习，是真的跳的影片，超好笑哎！很久很久以前，四五月的时候，你看超多的，这我们刚那个刚开始很认真，我们刚开始，我看一下，我找一下有没有正常一点的。希望不要太丑，好，挺丑的。大概穿一下，没有特别打扮。好好笑、哦、好好笑。所以是大概穿了1、2、3、4、5、6个档案。那时候还没拿到。哇，还有大钻好。就没有听到大钻这首歌，谢谢阿宇宇的告白气球，副歌大概还行，好久没跳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择期不如撞日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什么要什么？你要我跳吗？我不太确定。
的羽毛是不是那欧尼那里？好啦，我还是记得，但是没有，应该啦，大概，好像就好久没有看到那个了，大家很久没有看到我跳这首歌，对吧？大家想念我的亲吻吗？我可以跳亲吻给大家看，我很乐意，因为我好久没跳了。没有，通常练习的时候都会偷偷跳。Oh, for tomorrow！ 大家想看我跳也是可以啦，我是成全大家，我是人真好，我是宠粉偶像 number one， 说跳就跳。好啊，哎呦 ，I want to kiss again， 哇哇哇，想干嘛？应该也不用那么大。你快点啊，你帮我播音乐。好，大概这样就好了，也不用太快，把这个高一点，够来一点点就好了。好突然，没有，哈哈，好开心。好了吗？好。为什么是一生一？等一下，你怎么会把我拉走？爱会彼此可更靠近。一天前展示
一分钟，有你曾亲吻我，特别长你的越来越浓，任何形容也不及那感动，日夜心事左右。这一分钟，有你曾亲吻我，全世界都热门夸张。在跳什么的，笑死，我都忘记怎么跳了。耶、yeah, 谢谢大家。哎、欸、艾拉的头顶是布丁狗，哎、欸、好可爱哦、喔、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看了我的有点不完整的，有点小小小小那个，有点小小小小忘记。我以为我记得很清楚，谢谢大家掌声鼓励，真是太好笑了。哦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现在没有要跳。跳沙发哦，你们想看我跳沙发，马戏也帅啊，但是你们公演还是要来看。你们不可以因为我跳了，你公演就不来看我跳沙发了。哎呦，看到了沙发哦，我找一下。没有制服，不行，我不行。让我找一下，你干嘛一直拍我啦？我那么好看吗？应观众要求。没有没有没有油鸡，你不要吃油鸡了。我先跳完沙发好了，好啊，运动一下。猪猪猪，啊，在前面。到。你看啊，跳一下，来了来了。我的泪眼角底都疲惫的笑脸，仿佛你的空气里面拂过我视线。哦，在那飘来瞬间，真的悲伤的有点和什么事情不太对。背着满眼银河一颗。
在雨里面的面，和你们都逃不了了这个世界。哦哦，那怀念的红日的谁的头一定扛得住，你不是自己的面对黑色的无情的夜景前。好像我一直会忘词，我一直会想要唱日文，我就忘记中文怎么唱。应该不要唱歌，我觉得唱歌影响了我分心了这样。Yeah, 这个配乐来的刚刚好呢，尴尬的那个尴尬的声音。咪咪咪咪咪，刚三号叫我跳饼干嘞，我好久没有跳饼干。我已经忘记了，我可以播我唱的给你们听，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看过那个影片啦，就是你们可以听，所以我允许你们要那个把之前的画面洗掉，然后点歌的人要自己唱，笑死，他不会唱。你们可以把以前的画面洗掉，换成新的画面，但是声音一样，这样可以吗？哇耶！旅化的舞台公演，耶耶耶！不是啊，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影片，哦，好可怕哦！来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好，谢谢大家送的麦克风。哎，超久没跳，说不定我又要跳错。太大声，太大声！挑战吗？
歌真的很好笑哎、欸。间奏对不对？什么什么的。结束了，哇哦！好，其实我可以勉为其难的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像之前就看过了吧，再看一次。我现在要称赞自己好吗？我要开始学会称赞自己。成长许多，这样从以前这个小学一点好了，好吵。从以前那个十三岁、十八岁清纯的小女孩，到现在呢，已经变十七岁了。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。对，不知不觉就已经这么老了呢。对，现在是亭亭玉立的小可爱。现在还好啊，还行。好，好，这是青涩，这个不是青涩，这叫青涩。现在是成熟的。好笑，紫雨果真的很难吃，还真好吃的，我依稀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台词，超好笑。
哦，是这里，是这里。这个可以再跳的好笑一点。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跳舞很厉害，可能就是你知道什么？什么一三还有一三高，没有出去外面都不会知道自己多好笑。给十八岁的郑佳宇还没到，还没有给十八岁的郑佳宇。我那时候说了什么？那我还没有十八岁，我十八岁的时候再开。Oh my god！ 你看我那时候录给十八岁的郑佳宇的影片。不知道十八岁的郑佳宇看到作何感想？还没十八岁。没有，我也忘记他里面在讲什么。可是，哦，我那时候是问他说，是你怎么样？高中考什么？然后，但是还没有到大学。哦，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十八岁还没有上大学，所以我只问了高中。画丁，不会啦，我没有啊，我一直在每次看每次吐槽啊，很感人。好啦，我有说过吧，就是我没有后悔做这个影片，算很好笑。哪有，我哪有问这个？哇哦，谢谢旅馆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，大城堡！哇哦，好厉害哦！迪士尼吗？好好看哦！谢谢旅馆的，它是什么？它有名字吗？迪士尼城。梦幻烟火。谢谢旅馆的梦幻烟火，哦，好多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TP 的郑佳宇布丁，欢迎 follow 我的 IG Instagram， 可以追踪我的 浪 的账号，追踪在哪里？我今年17岁。刚刚看到的是13岁的我，13岁哦，现在17岁哦。你几岁？超坏。大家晚安。喂。谢谢大家的追踪，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解锁更多美照。大家记得到我的 IG 按赞、留言加分享，追踪可爱布丁奖最新的照片，记得哦。对啊，以前都讲布丁佳宇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，以前都是自称布丁佳宇。但最近就是后来就都没有了。怎样，大家喜欢我自称布丁佳宇吗？那我觉得自称布丁佳宇就大家可能会忘记我的本名。欸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不是叫布丁佳宇吗？他不是姓布丁吗？我一直以为他姓布丁。欸，他的本名是什么？他姓什么？他叫布丁佳宇，那他姓什么？正啊，郑布丁啊。对，到了高中之后我就变郑布丁了。嘿、hey! 他不是姓布吗？四个字，布丁佳宇，他姓布。哎、欸，反正我就后来就讲我是郑佳宇。对，没错。
还好大家还记得我是嘉玉。哎，嘉玉是谁啊？嘉玉，哎，就是突然讲这个名字会很陌生。哎，嘉玉，嘉认识嘉玉吗？就是郑嘉玉，你们认识谁是郑嘉玉吗？就是一个人呐、啊，然后他怎么样呢？高高的，我之前量身高是163.8，但是我看起来其实有165，甚至高于165。大家就说，哎，布丁你很高吧？你怎么有你有165吗？我手机快没电了。说布丁，哦，因为我连到网络了，难怪耗电那么快，可恶！我把网络关掉。你没有165吗？你这么高，你应该有165吧？你没有165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在长高了。我一直来都应该要是163，就没有在长高了。好，郑嘉玉就是一个身高163公分，体重是一个波浪，然后呢，今年十七岁，明年18岁，高三学测生，学测战士，即将要考学测的108课纲白老鼠赛函数，我刚才在写赛函数的题目，就是令人不快，因为我觉得我164，但我每次量做163.8，没关系呀、啊，我觉得我有164。我刚刚讲到哪里？还没介绍完我自己，我刚刚介绍到哪里？我忘记了。我刚刚说哦，108课纲白老鼠常常在做学习历程跟一堆报告的高三女高中生，然后啊，她这个人嘛，就是动静皆宜，没有，她才什么159，动静皆宜，她是一个可以很外向，也可以很安静的一个人。像他的直播，他可能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些他生活中的趣事，小小的有趣的事情，上学在干嘛，高中建议高中生的生活，或者是各种吃东西，各种到哪里喝饮料，到哪里吃东西，或是还有什么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他也可以很安静，就是外表如果打扮的好看，然后不要说话的话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气质美女，气质美女，看起来是一个有气质、比较优雅的一个，看起来挺温文儒雅的一个人。对于手摇有的研究，干嘛啦？干嘛？哎呀，干嘛送我这个？谢谢。没有，我在学校也很吵，在熟人面前可以叽里呱啦一直叫，然后有时候蛮爱撒娇，就是我有时候就是想，然后假如说就是一个人，他叫史努比，那比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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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是大概是这样。就是平常看起来好像是平常看起来，如果不笑的话，脸会有点凶凶的。就是这个人只要不笑，就可以变成很厌世照，所以是一个冰山美人，但是他也是傲娇小可爱。比比先不要，我叫他比比，不是比比。看起来好像很凶，好像那个非常的孤傲，但是呢。其实
热情如火。噔噔，又锵锵的，有点无厘头。时常讲出各种幽默的话，其实也还好。但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会讲出很幽默的话，但是偶尔，或者是可以一个人碎碎念很久，但是通常是就是像现在讲，就是像我现在就是一个人碎碎念很久，不笑的时候，但是也可以当一个很成熟的人，心态成熟，嗯。好，是没有到热情如火，要看状况，还是还好。好，热情如小火苗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小火苗，呆呆的，有时候看起来呆呆的，但实际上就是智慧王，你知道吗？巨巨人看起来就不会是当智慧王料，结果还是智慧王，有没有惊讶到？哇哦！你今天呛到很多人。我是呛我自己，我说我自己看起来没有很聪明，但实际上是智慧王，这样 OK 吗？小火苗，我的音乐居然停止播放了。实际上生活也有很多不太，那是因为你们都不擅长称赞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都不擅长称赞，没有关系，我自己懂，我走就。我每次说的笑话，你们都觉得不好笑，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好笑，那就足够了。为什么我音乐不动了？他想反驳我说的话吗？我刚刚讲到哪里？哦，谢谢大家，我也没有很擅长。吐槽吧，偶尔啦，有的时候会有点小毒舌。哦，谢谢。我说有些人嘛，像那个空白，不是擅长称赞的，没关系，我可以领悟到你那些，就是你只是傲娇啦，傲娇，我都懂，都懂。因为我本来就有点傲娇，其实我还好，我没有很傲娇吧，还好一点点啦。喂。对啊，我把预算团挑战典藏了，因为是期间限定。对啊，我是一组毒蛇前三，小毒蛇啦，我是小毒蛇。我哪有很会称赞自己？还好吧，我只是好啦，我只是在直播上，因为没有你知道自言自语的时候，就比较容易会讲到自己很棒的地方啊，因为是自言自语，讲给自己听。我的直播就是自言自语，其实你们现在就是在收看我自言自语的过程，懂吗？顺便回复一下你们留言，这就是我的直播，不定的自言自语时间，然后你们是旁观者，然后你们的留言偶尔会被我看到一下，没有啦，其实我大部分都会念大家的留言吧，我哪有常，可是我也很常陷入面容，哎什么？叫什么、啊、容貌焦虑，我也很常陷入容貌焦虑，只是你们都看不到，因为我都只展现好的一面给你们看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我一直在称赞我自己吗？因为我只把我称赞自己的一面给你们看，我都没有把我自己检讨我自己不对，然后哪里不好，哪里 不棒的地方，你们都看不到我在检讨那个时候的样子啊。因为我平常都是表现出我好像很厉害，我好像很棒的地方给你们看，你们都没有看到我平常一直在 自己在那边说，哦，我怎么这样，我怎么哦的那个感觉，你们都没有看到呢。有啊，我很常容貌焦虑，你们都不知道啊。你们怎么就是你懂吗？因为我通常在大家面前当然是表现好的一面，就我不会就说哦，我哦好，偶尔，我不是说偶尔会说，哎，我今天有点丑。我偶尔会说啊，有点丑哎、欸，真的。刘海真的有吧，有吧。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
就是负面的时候。哦，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消化挺快的，就是我这个人比较乐观积极正向。就是我通常如果有这个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情，负面的情绪通常都不会持续太久，就是通常一下下我就可以赶快恢复正常，不会陷入负面情绪太久，就是比较乐观一点。耶、yeah. ！谢谢祈愿成为粉丝团一级会员，我接触了新的什么萌新养成，萌新养成在哪里？手势特效。随着我移动，谢谢深深大叔。耶、yeah, ，好可爱哦！新的特效，新的特效。刚刚突然显示我解锁新的特效，手势特效。哦，其实我还有别的特效哎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个要比什么？他没有写。哦，这个是比心。啊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我还好，应该是我很少看到他，所以我就还好。好可爱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有没有别的。刚刚那个呢？那个？跟斩草是哪一个？好可爱哦！我怎么有那么多特效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忘记我这些特效有啊，我之前就有玩过塞尔。哎，赞，好可爱！哦，然后这个人蛮喜欢比赞的，我以前就玩过塞尔，人都忘记了。好吧，先不要啊！好可爱！哎，我怎么没有赛亚人？不见了，没有了。哦，500万，请多指教。哦，这个是100万。为什么要 wink？ 又掉红包了。进。哈哈。可以做梗图，可以做梗图了。镜子的梗图。布丁 OK。好吧，没有量的时候。习惯性 wink，
丁 OK， 然后布丁的那个专用，哎，名字嘞？布丁的比赞梗图，你不要来乱，你用看看啊，你用看看啊，你手来，你手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你比气你干嘛啦？它有七七的是什么蹦？哇，要1000万！好可爱哦！大家有截到图吗？大家有截到图吗？我让大家截图哦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我看到了。他把我的眼睛遮住了。这设计有瑕疵呢，什么意思？好哎、欸。真的，好了，没了，玩完了，玩完了。我有勇者斗恶龙，我有击败 BOSS 吗？我怎么完全没有印象？他说他是击败 BOSS 获得的，但我根本没有击败 BOSS 啊！哎，我这个有效期限直到10月13。这个之后，这个有效期限。哭哭，大家好好珍惜这个，它直到10月13。啊！我要坐下，我好累，老了。为什么只到10月？有点长。我没有吧？但是他有给我哎。谢谢大家追踪我，也可以到我的。IG 48TV 追踪我，可爱到白眼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脸部好像就没有了，看一下脸部。清新花鹅，可是我以前不是有清新花鹅吗？搓搓你达到200、500、1000哦。来小恶魔，哎，万圣节就这样啦，万圣节就这样了，万圣节就这样，我就不办了，我就小恶魔啊，大家要的小恶魔在这里。哎，我发现。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这里了哦，但我还有红包，然后那就还发完好了。嘿，怎么可能？你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吗？对啊，我那个对。
个啊，就是那个清新花儿，他写要戳戳你或能量话筒达到200，可我以前不就有了吗？现在呢？开播时长大于500小时，我还没有大于500小时吗？我开播时长还没有大于500小时哦，好像也没有哦。哦，那要多久啊？谁知道我开播时长到多久了？七夕话就是它就变得又锁起来了。我知道直播多久了？我直播了几个小时，对啊，但是我现在播了多久？没有很久吧，200这个有电的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还是这样？啊？是怎样？我有做脱手的动作吗？太可怕了，这好好玩啊，这好好玩。还有什么啊？好了，我要结束今天的直播了。我要结束今天的直播了。还有两个红包。我醉了。谢谢幻影战士。那我就继续玩我的特效了。大家赶快拿红包，追踪我的 IG。看到不是把它玩坏掉？不会啦，这里有 IG。看特效看不到特效，看回放看不到特效。哦，我这直播是不是忘记那个啦？上次直播是不是忘记那个？等一下，我在说什么？我在放在缩小哎。对啊，忘记了。毕业没有。我如果忘记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如果忘记了，就就忘记了吗？好啊，那现在赶快，现在我现在 quickly 念个榜。第四名是他们萱萱，这样有吗？其实我看不到现在长怎样。第九名是空白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成功，随便
第八名是奇月，第七名是幻影战士，第六名是谁？第六名是连假过后更想睡的不想睡。好像没有哦，有进有进。第四名是小猪，第三名是艾拉，第二名是 Ben， 第一名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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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冰女怪。表演，请开始你的表演，请开始，请开始你的表演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他真的被我玩坏了。我刚有成功吗？我刚有成功吗？可能他这样。就这样成战了，哎，他被我玩坏了，哎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他感应错了，没关系啊，玩坏就玩坏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赶快用这个爱心，把我们。没有的用，对，结束了，前三名，快点，给你机会，请，请把握机会。笑死，大家都是比超凯有，布丁说有，赞，没有耶。对啊，赞！你们可以叫我用特效啊，你们可以叫我用某某特效，然后用什么什么。有爆炸头哪里？看你啊，不要太长就好。还是先 pose 啊、哦，其实也可以啦，都可以好吗？我就是宠粉偶像，就是都顺从大家。不是顺从，这不是顺从，就是尊重大家的意见。对，就是可以配合特效，因为我突然发现有特效这回事。什么叫做华丽的转身甩动双马尾一起去图书馆？所以我要先转甩动我的双马尾，说一起去图书馆，还是我要真的直接走路，还是？剧本导演请给我清楚的指示，导演，我要说话吗？还是我的动作？真的假的？哦，是这样吗？哦，好，小跑步在学长前，所以我要先就是先背后背对大家跑步，然后再转身跟大家说你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的意思。好的，收到。我要升降，我还要先跑步一下。好，我要开始跑步了。喂喂。
从学长身边跑过去。去去去！学长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吗？不跟我去吗？真的不跟我去吗？我还要跑这么远吗？我刚刚一直打到地脸欸，我觉得我刚很像那个菜市场猪肉摊上面的那个会转的那个赶苍蝇的，赶苍蝇的。不到华丽的转身吗？还不够华丽吗？打到后面了啦！哎呦，有没有甩吗？满意吗，艾拉？艾拉学长，学长，我们出现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大家看得到我。学长，大家，你看我的爱心变成这样了，我的爱心是，就是这样也是爱心，没有，因为我的手机刚刚在充电，哎，什么啦？好可怕哦，好可怕哦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回来了吗？回来，对，我有我充电啊。没事。嗯，好的，下面一位。下面一位，都行啊，你们谈好就好，你们想到就讲呗。好大哦！白眼，好，哎呦喂，没有人说可以下次啊。没有说可以下次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好了，我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好啦，下次吧。OK， 就下次吧。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咯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直播。下次直播是。弹指成功了，哎，你听到吗？一点点的声音。好了，下次我要讲什么？10月10号国庆日的时候，来看部那个直播，拜拜。